你们要办这个。最大亮点当然是 SHE 合体，一起上台帮 ELLA 庆生啦！没有啊，你们有没有想要跟我们说什么话？说祝福的话可以寿星啊，我寿星哎，我很大，也很大。好，寿星，哎，你是今天生日。Selina 都差点忘记今天谁生日，至于还会不会不庆祝 ，Ella 这样说。其实他们今天来就是来帮我过了，对。然后会不会不过，干你们什么事啊？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决定好不好？我不想要跟你们讲。会不会不庆生不想说，那月底的金曲 SHE 的合体计划总可以透露一下吧？对，我们三个人应该是会出席的，对。细节目前内容也都不知道，对，反正大概二十几号，我知道二十几号台视会发稿。确定有表演？我怎么突然就听不懂了啊？我听不懂中文。大家就你知我知，心知肚明就好啦。